来到英雄联盟。又是宝女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，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，也不知我是否还能回去。面对我，我平 A 踩住 OO， 我的队友呢？你们干啥去了？不是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牛逼，属实是牛逼。咱也不知道在那看什么戏，还说我脑瘫。哎，确实是牛逼。如果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要不你别打野，你自己打吧。你这么牛逼，你自己打野吧，你也不用我。我感觉你用我吗？你也不用我呀，自己打去吧。为何而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哎呀，你怕啥呀？哎，你有啥好怕的呀？你就差80%到二级，他也没有技能，他上来就只能套你个点烟，他还能干嘛？百折不挠。加血加血给不上，打人打人跟不上。打的真是想退游戏，真他妈累呀！不想跟他玩了，都真鸡巴不爱辅助，真是烦死了。哎，这有个小兵就是不死，我靠，这小兵剩9滴血就是不打小兵，简直是可恶啊。每当仰望山巅，我就会感到自己如堕深渊，于是我便开始攀登。上头啊！没有什么怜悯和慈悲。
葬在了墓中。专业刺客啊，那老些小兵搁旁边，杀了一阵，再回头，A 下踩住接平 A， 咦，这么右？余震消失了再上的，不过确实有点幼。因为万物都会注意我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去波中路吧，我帮中路赶上一波。我踩住欧欧接扎接平 A， 没突出炸。王指导，少吃点 Q。好痛！呀，克烈吗？啊，上路克烈。出个水银还吧，这把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我们先在这等中路干起来了，我们就去中，下路干起来了，我们就飞下，就在这等一下，先在中路等一手。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嗖！我踩住接住。我会记住你，还会向天界高呼你。比我的长枪更沉重的是一条性命。世界在动，天界止步不前。可以踩，只要小黄毛往上上，我们就可以踩。中的武器，他们不打了。这些神的力量，不打就不打了。是我们的道理，
对面不敢打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谁给下当了，中路被下当了，这怎么扣了，扣这么远，我要在天界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现在对面下路很怂，如果他们敢打说明啥呢，说明后边有赵信了，咱就不打了，敢往上上那就说明有赵信，知道吧，啊，赵信，如果他们杀死我，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我踩住欧欧接扎，接平 A， 平 A 接扎，皆有终结。我就不闪杀了，感觉杀不了。刀剑相助，那声音曾在我耳畔逝去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不行就回家了，我们面前的山不一定真的难，我没有多少血呀，呀中路杀了不错啊，给他挡一下子，要不两个技能他死了。这是一心超越，你早就应该回家了，你不回家对面日女出来满血，没事，我有大，别着急。这日女到底是有多不怕我？飞大，走，嗖，我扎，踩住，接住。这家伙，这人是真是有点多。这个扎怎么扎空了呢？上当了，赵信搁屁股后边呢。绝不认输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得去趟中路了。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来了，再追，没有我跑得快。踩住，哦哦，加速！他们从天空中看到的是战争，但在大地上的所见，只有杀戮。怕啥呀，怕赵信呢，我也感觉赵信可能是在旁边，我也感觉这赵信可能是在旁边，别吃扣了行不行，咱能不能别吃扣了，哎呦我的妈，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，
尽力了维克托，实在不行。我上不了啊！在麦田面前躁动，闪现了。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。我操！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但维克托也就俩技能，我也不太敢上。Nice 啊，维克托，这帮没帮没白帮啊，兄弟们，帮人没帮错，这维克托给帮起来了，没办法。我们家包女是个废物，预判一下小黄毛在哪里回城，啊！复仇即是寒冷，处理高山的我并不需要。飞一下，我跳弹，没办法，我走不了了。保着点维克托的吧，还行，这把能打，别人都不太行 ，AD 也不行，打野更垃圾，上路也完蛋。事成之后，血流成河。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我们活在一座山峰的阴影中。帮维克托把这视野给做了，谢打。呼吸，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的人生。这是无数天赋。你等啥呢？哎，快跑！我跟你说，赶紧跑，千万别回头啊！旁边没队友，赶紧撤。我先踩住，哦哦，接扎，耗点盐，平 A， 接扎，平 A， 平 A 踩住，平 A 接扎。接平 A 闪现走，救救！哎呀，区区没太够，那防御塔少砸一下。防御塔如果能给我多砸一下就好了。太肥，伤害够吗？
凡人永在。谁杀的赵信？包女杀的赵信。快跑梅克托，别追了，你就知道追我，你的队友都走了，你就知道追我。依然前行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我跳弹。别扎！上当，上了这包女的当。哎，真是个废人呐，简直是个废人呐。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这波可以打。梅克托的道太随意了，没办法了，赢不了。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是哪儿从哪来的？人若品尝过神的味道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，猴哥塞起来，你让我塞，你总得给点位置吧？那要位置不给咋塞呀？你看这把哪有正常人嘛？彗星剑魔，不会加血的 AD。
有一个正常人，那就是维克托。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但一个维克托不够用，还能走得更远。一个带彗星的剑魔293，一个只会发脑瘫的包女274，一个连加血都不会摁的 ADC 373，还有一个我们帮过两波的维克托，没办法。8-2，你这咋打呀？2-8，你是咋整啊？